咧中秋嘅先拢用这支火炮，即几来等我要来推动真正这个生活吼，啊，所以讲有三情，等到这个春节吼，写春联哦，送春联，今年已经进入第三档。啊，头一档咧办哦，当然是较清楚啦。第二档有进步，今年较大进步吼，因为真正各界的这书法家啦，拢来参与，较好。但咱合作的这单位嘛，拢亲切，啊，也无非常好。啊，实际上，你像阮当时了，交我啦，本身啦吼，过去捌咧面包店，啊，这两档就着应付要写春联啦吼，加减减阮都情况。这联络呢，就是除了咱的信用，咱嘛是重视咱的文化，所以咱就是一个文化，搁兼艺术，搁一个休闲的一个上好的三星级旅游景点哦。所以咱南埔镇大电影嘛真用心啊，所以每一冬就是伫这新春呢，咱就举办这写春联的活动。啊，咱春联呢是咱每家每户过年时阵咧打的，有一个喜气搁吉祥的物件啊。春联嘛是有结合着咱的中国文学跟咱的书法。哦啊，尤其书法呢是力跟美的一个结合哈，哦，所以书法要写水哦，真正就是咱就是嘛是爱用功啊，用心用心，咱的心情很平静的，心平气和来去写时阵啊，会更加咱的诶，咱的美。用心来出版的这个写春联、上春联的这个活动啊，意义够好啦，因为这个过年时哦，大家家家户户弄个大春联呐吼，啊来祝福大家吼。这个春联大灯的，大家家家户户拢足欢喜，阖家平安呐！啊，在咱五福千岁，我哋不做万全的庇佑之下呢，会当安尼全世界的疫情啊，会当加一啲消费。